2022年3月，当疫情再度袭来，奥特斯防疫应急小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管理层立即做出了封闭生产的决定。截至三月中旬开始，持续封闭生产，感谢上海市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，尤其在防疫指导、物资发放、货物运输方面给予我们的保障。我很庆幸我们在20年前选择落户上海，疫情期间，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，为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保驾护航。